贾静雯与修杰楷结婚后，生下两位宝贝女儿布布与波妞，加上与前夫所生的女儿梧桐妹，一家五口过着甜蜜生活。拥有最佳暖男绰号的修杰楷，今年12号在脸书分享自己的好厨艺，秀出满满的家常料理，每道菜看起来相当可口，摆盘也像外面的餐厅一样，让妇女们羡慕地说：“贾静雯真的好幸福。”修杰楷也说，最近的日常是家庭主妇，现在正努力研发新菜单。